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在这边呢，基本上来讲，我都没办法买东西，因为在这里的话呢，大家买东西几乎都是用微信支付哦。譬如说，你扫那个 QR code， 扫完之后呢，我就可以点餐。点完餐之后呢，这个动作是结账，它并没有现金结算的一个功能，就是用微信支付。所以我到这边就卡住，就没办法买了。所以我就想要喝东西，我只能够看别人买哦，我就只能这样子了哦，不然就去外面的小摊贩买那个现金结算的那个饮水。